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一集，个人认为亚马逊运营职位在近五年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亚马逊运营不同于国内平台淘宝、美天猫、京东运营，它大幅度弱化了店铺品牌的概念，强化了产品服务的权重。在亚马逊这个平台上，只要产品质量过硬，服务周到，就能慢慢发展起来。其实亚马逊运营工作本身属于入门容易精通难的工作，而国内从业人员一般有以下几点误区。一，没有理清国内外平台模式与技术背景的不同。其次是平台规则和技术背景上的差异。做国内平台有一个常态，就是不花钱几乎没有流量，所以需要靠刷单或者烧钱做广告的方式来拉动销量。其本质原因是国内外平台搜索引擎技术的技术积累差异造成的。亚马逊在2004年新增了 A9 站内搜索引擎，其目的就是确保有潜力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能够被检索交易，从而形成订单。亚马逊的站内搜索引擎是世界顶尖的购物平台搜索引擎， A9 算法确保了亚马逊始终围绕产品而非店铺或者品牌，也使得中小卖家不用担心自己因为资金量小的原因竞争不过大卖或者品牌店。只要有优秀的产品，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亚马逊上获得不错的销量。二，盲目依赖第三方辅助软件。很多卖家在亚马逊运营过程中几乎全程依靠第三方辅助软件来做决策，选品用选品软件，关键字用关键字分析工具，乃至上架都是辅助上架程序，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很多第三方软件不是没有用，而是很多运营者不知道怎么用。例如一款关键字分析工具显示 A 关键字应该被使用，因为其流量最大，而另一款关键字分析工具显示 B 关键字应该被使用，因为其转化率高。然后许多运营就简单的做五五开，在转化率与流量间各取了个中间值，然后以此为参考选择关键字，这都是错误的做法。第三方辅助软件终究只是工具而已，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有汽车、自行车乃至飞机等等，如何使用这些不仅取决于我们运用工具的熟练度，例如是否有汽车驾照，如果什么都没有只能骑自行车，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目的，例如前往一个2000米外的地点，我们可以选择汽车或者自行车，但是如果坐飞机的话那就不适合了。很多从业者认为只有编写这些工具程序软件才算是技术，但我想强调的是，如何高效地使用工具本身也是技术。当然，如果运营者自身可以制造工具，那就真的属于顶尖运营了。三，没有从技术角度理解运营。在国内平台运营可以不会技术，也可以不懂技术，因为国内平台对于运营的限制较少，运营者通过很多手段提升曝光、销量、流量、转化，如在产品图片处写上掌柜不在、火鸡瞎卖的幽默宣传语，或是直接打上本月全部商品 XX 折的优惠信息，但是这些在亚马逊上都是行不通的。亚马逊商品销售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化，大多数产品都是白底图片，配以一定字符内的标题和文字产品简介与描述。总之，亚马逊上商品页面的操作空间是不大的，一般运营能做的无非是 A 加图文宣传页面或者视频化宣传，而这些运营手段在国内平台运营者眼中则是基本操作。而国内电商运营现在比较擅长的刷单、自媒体等操作，在亚马逊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者因为 A9 算法的不断更新演进，一旦发现就是封店的后果，而后者因为亚马逊平台封闭的原因，很难将商家自己的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平台内容推广出去。当然，
外文也成为了一大门槛。因此，如果你要从事亚马逊运营，你可以不会技术，但是你不能不懂技术，因为亚马逊平台的种种规定和限制决定了运营者们能使用的手段极其有限。但是如何在有限的手段内获得出色的运营结果，就是运营能力及技术的体现。举例来讲，在亚马逊平台上架产品的时候，需要填入产品的标题和关键字，而这就几乎决定了你的产品在初期能否获得有效的曝光和流量。因此，是否能填写有效的关键字和标题是评判一个运营优秀与否的指标之一。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考验运营者对技术的理解，或者说对搜索引擎的理解。你可以不懂 A9 算法具体是怎么运算的，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其背后的搜索逻辑是怎样的，各个要素占其中的权重是怎样的， Review 评分对曝光有什么影响，关键字长短对搜索排名有什么影响，标题长度对流量有什么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每个运营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去思考和学习的，最终通过对亚马逊平台逻辑的抽丝剥茧，形成一套具体的运营体系，使运营流程标准化，也使运营产品的成功可复制化，这才称得上是顶尖运营。